说照着脖子上，都还好点嘞。好了吧？那我就这冷的都没过来嘞。下班了。冷，我也嫌冷，我没拿。大一绿狼。喝两杯都不冷吗？你这杯怎么捏完？来一面。我也没喝，也没烧，还嫌冷。你跟我来不用那个。提前唱好嘞。不用了。我还在等拉量吃嘞，基本上都拉平比较稳呢。嗯。啊？俺跟文建不是吗？我哪边？几个兄弟这边？我，这个黄大姐。不会吗？都在这边。没问。那没问。什么玩意儿？嗯，这我看过了。看啥？这养的猫。金牌邀请后面到阿姆，你九十金牌邀请会大哟。努力赚钱吧，挣多挣少无所谓，累不累？真的很踏实。哦。这中午等会儿我接电话，不挂了。啊。嗯，咋挂了啊？怎么挂呢？你哪玩了？你给我下楼呗。你是搁哪嘞？我接电话，你看那边咋说的。我等了面条子嘞。电量也够用了，我这个这也太白了，电还是不够用。一百是多少钱一个？300一对。我那才120，我那才120多。啊，你这个电真挺够用的。我都插着，我基本上不都平时都不在充电。嗯。我这个电池。你那个对象你看都快大了。嗯。我买是最低配的。充电。充电也不是充呗，充的快，放的快。嗯，充电5分钟，能用5分钟。我一次就倒一个，空调车子。没挂电瓶，挂电瓶了，没扎透。车子烫，还能干两点吗？能，还全部的。都喝完吗？我留着到最后咋用？没有，我的是不能搁的，特别是的，是吧？都是能搁的，还全部的。这个他给我打电话了。爸，谁爸？你我谁爸？就那天上俺家的。啊。哦。啊爸。啊。兜里有3000。啊？有3000，还有3000。不是，我不是那个罗院的。他女的有没有？没回电话嘞。对，哎，那得跟那班上钉钉的事，是吧？红烧茄子。炒豆腐，
面有淡水的，不知道。红烧茄子，价格低了就不得玩了。价格低是不低，价格要低就不得玩了。对呀，那时候好像是这样。价格这样的，苏振华，这你这搁这里边是弄哪的人呀？嗯，说二哥叫苏振华是？啊。建华老六，你叫建华是？我叫华为，不是我这名不是搁那挂着了吗？我知道，咱姓。别的不说，咱我当地上有好多炒豆腐，多少都无所谓。红烧茄子。嗯。这个豆腐应该吃进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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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两边煎硬了。你喜欢吃哪的？嗯，说实话，我不喜欢吃。我要吃那个，两边煎硬了，然后让汤吃进煮，吃进煮，吃进煮，然后又然后再煮软，再煮软它。大啥菜系？豆腐系。茄子系。茄子系。二哥是不是在这开始了？是的。都是素菜，都是素菜，没有荤菜。有，荤菜没上来。那个羊肉汤，还有羊肉汤。呀，就凭你别这个人，还是热胀如说。就是清真店，一盘豆腐那样炒都不够没气儿。吃一点，吃一点，再给你吃一顿，吃一顿，那五分钟的活，你非叫我弄半个小时。不然还不上这儿了。出来没洗过澡了。出来没洗过澡了。我几个一看，我脖子上都别，就是别过圈了。都知道二哥吃蛋炒饭，二哥还是吃蛋炒饭吗？二哥太大了，蛋炒饭一会儿就好了。他那个厨房那边也造一个，几个干完了，然后明天后天还能再干两天。我几个都要我的衣裳洗洗。那游戏机？游戏机吗？有。我的妈呀！没唱完没？你是不是叫丹丹？啊，地主服了，以后干多了，别搁这直播间里服了，有影响。干多了自己知道都完了，吃啥我看看。我跟你说，这个地挺大，我们就咱几个干饭吃，那都是挺方便，还有那多少点，晚上干饭。因为这个六大楼这个这一块我给他去打就是比我们在那一块都是这样的。他两口子的，他两口子搞对面的脸来了，四个人都叫你吃完了，就是看看荤菜，谁说没有荤，这不都是荤羊肉咦，这挺好的，里边还有馍的，还有鹌鹑蛋，
有吗？没有呀。这咋有的羊肉味儿了？俺一上这边来干活，基本上上这一家来吃饭的次数最多。往这家吗？嗯，最喜欢吃的这家。嗯，有味吗？那有味。可以。